嚟，大家注意哦！今日我下昼哦，打包饭哦，两包饭，我就食晒啦，因为食晒咧就咖喱咯，香啲咯，唔知道嗰包味白味系点样嘅。我老婆咧就食到唔对路啊，做咩嗰包味有薯蓉胶味啊？而家我示范俾你睇啊，我老婆呢包冇食到，而家我攞佢嘅白，佢嘅味啊，差。OK，搓到一粒波仔，波仔啊，系估正常一个味嚟讲你猜到咁样慢咗，系黐住个中台啊，而家你睇到直头试用嚟噶，睇到冇？直头试用嚟噶，头先我试过我去我隔篱打包饭卖白饭咗啦，攞佢嘅味同我打包呢包饭嚟试人哋个包味掟落去黐台呢、这个直头你睇下，试用嚟噶，假味啊！我唔相信啊，因为我睇过人哋 po Facebook 话有假味呢啲而家我自己中招啊，真系有咁样嘅嘢。我包饭食晒咗我落肚而家我都唔知点样样，我洗胃唔系洗胃好啊，真系噶危险啊！大家注意啊！依间以后我都唔会打包。第二而家我去 complain 消费卫生部咗开啊，有卫生部去检查，大家睇清楚呢包味咁样嘅，你啊猜到直头波仔咁样噶。你攞远啲睇下，薯蓉嚟嘅咧，你大家屋企试下煲个包味白饭咗多到咁样试下睇会咁样好，系冇可能我屋企自己试过去我自己买商场买味煲都冇咁样，自己出边打包我自己濑嘢啦，中招，大家小心